大家好，我是朋友上的小人点 studi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天天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吃辣泡面。耶、yeah ！好。那之前就是因为我跟油桐算是都很喜欢吃辣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一起来吃辣泡面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吃辣泡面。好，没有他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这部影片就差不多了。好啦，没有，不需要我们这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待会现在是接近晚餐时间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吃，一点半吧。你走开，他会拍照。对不起，我们这旁边有一些干扰。对。哎，拍到你了啦！好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面皮折半。啊，我了。什么东西？有没有剪刀？给我剪刀。来。呀！哒哒哒！卡米卡米卡。哎呦，我这个真的快转。好，那现在拿碗来装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酱料吧。哎，啊，好，啊 ，OK， 好，那现在呢就要先加水，然后我们要泡五分钟，因为上次我吃三分钟，就是这个要炸掉。这两就是这边资讯卡的影片，这边。有那个我三分钟超一，不是那边的，这两边怎么这两边都会有 ？OK， 这两边都会有。来，现在呢？错哎，对，就是这一步，反正就有可能在这附近就对了。这边这附近 OK， 这边那我们现在就加水。等一下，我要用加水。那我会用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泡完泡面的时候，那我还没泡完。那我们现在就等我们待会再见吧，五分钟见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用这个筛子筛网 ，OK， 筛网把面过不是把水过滤掉，不是把面过滤掉，那我们就把变成干面。吃水啊，干面，好吧，那我们好，现在把面这个东西打开来吧，先过滤这个。啊，油桶这是最危险的一点。最危险，那不我要吃。我们之后要准备开饭。为什么要吃？然后跟大家讲一下韩国这个第一辣泡面，它其实有出很多。不是，是世界最辣，好吗？是韩，不是是世界。是韩国出的世界最辣。哦，好，世界，对不起，口误，世界最辣的是什么？十八。如果只是韩国人，那我。十八禁辣泡面吗？不算，十八禁没有出泡面。好，反正就是类似。下一次我会买十八禁咖喱。好，之后我们还会吃一些很奇怪的辣到炸掉影片，因为我跟油桐真的是很喜欢吃辣。对，只不过常见人叔叔不是，常见叔叔是完全不吃辣的，来乱的，来乱就是来一起分着吃。好，那这是世界第一的辣泡面。过滤完片片好少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因为你好，第一碗好了，现在就是油桐去过滤，这那个碗是我的。啊，这个会烫。这碗就是我的 ，OK， 就是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吃那么大碗的哦。那我呢？你就不要吃了。好。嗯，有人不吃过了。十八禁还有什么？洋芋片、巧克力，还有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喜欢十八禁的？咖喱还有什么？还有咖喱。哈？咖喱呀、啊。咖喱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三个。反正这样啊。从为什么冒出一个常青人 ？OK。你的有很大。要冒出一个常青人怎么办？冒点那我们现在就哎呦，从冒出一个。好，现在过滤完了。加料。来吧。加料。加料。先这个，我以为是辣粉，结果它只是海苔和芝麻。先加这个吧。那我辣因为这个比较好开，这个包装的太过了，不然它流出来就死定了。你的，我上次就流出来了，从黄啊，我上次就流出来了，会被腐蚀掉。你的手指会被腐蚀掉？不会啊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哇！因为这里是油桐工作室，所以基本上来说呢，我们都油桐 Game Studio 随便来，反正油桐工作室就对了。就是他在
开头发音不清楚的那个 Newton Games 点评，差不多吧。所以我要吃哪个？最少的是哪一个？你自己看，就有可能是那个或这个。好，那我先开这个辣酱好了。世界最辣辣酱，看到没有？他我们他的手要被腐蚀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是很恐怖。不，这就不能用撕了，这样剪的。OK， 那去撕不了，切到我撕的，我可以撕得了吗？撕得了。那你有剪刀？你先把它挤下去吧。剪刀，石头。哇，到了，到身上了。等一下，可恶，手指被腐蚀了。哦，好浓稠，受不了。世界第一辣辣酱，到手了。好恐怖，那我帮你加少盐，我帮这个是他的啦。苍井人哥哥加少盐，你知道吗？OK， 苍井人哥哥不爱吃辣。真恐怖呢！我跟同事吃辣还好。有 OK 的。OK 的。是说我上次已经吃过了。看起来好像他的手在流血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啊，滴出来了。你知道他吃完了就是哎，然后之后再给苍井人哥哥来一点，来点最终极的最底下的、那我们就把它丢掉吧。等一下，你先，我看，我卫生纸，我有这卫生纸。辣泡面 ，Action！来搅拌吧。对，我是从这边煮出你的。有没有看到这颜色？其实这很深，但是你看这个拍起来，因为我有加亮光，如果并不那么的，就是亮光颜色度不够，蛮香的，只不过闻起来有。你们可以看铜的影片，铜的影片应该会比较深色一点，因为它的录影设备很高级，过于高级导致哦那个辣味已经出来了。耶，大家看到，现在看有点像那个微差炸酱面的颜色。对。微差杂两面，跟颜色一样，只是但稍微红了一点。对，它看起来就有点恐怖。因为意大利面加微差杂酱，微差杂酱面，微差意大利面。今天就先开始吃第一口吧。好，来，这我已经吃过，我不怕啊。有吗？哦，换我，我也要吃。怎样啦？如何？我来吃吃看。要起笑了，等一下，好吃 ，OK， 好吃，整人成功没有啦。这个辣是好吃没错，但是哦，辣到好辣，真的吗？真的有点辣。我觉得还好哎，是还好，但就是我因为我加很少吧，对，你加那么多就是好吃啦，没有他那么夸张啦，他那么怕辣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我那么怕辣，我都觉得还好了，不要碰到舌头，懂吗？有科学根据的。我颜色比你深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我颜色超浅的，哇哈哈哈。是没有多辣，但是有种不错吃啊，我觉得。我的挑战，把这吃完，然后都不喝一个牛奶。我你们两个继续吧，我喝个水。你们两个没有打广告，所以要放背面，这才看不出来。我们必须忍住，小丑的笑声。我妹都在笑，又叫我怎么看不到？还在那捏我大腿。蛮辣的，不过还不错吃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头喝，头喝，喷下去哦。它拍下来了，我要。冠军是腰痛晕的嘞。我正在学啊，我们还有裁判。我都还没喝到一滴牛奶哦，好辣，越吃越辣，对啊，越吃越辣哎，不错吃是不错吃的，很好吃啊，好辣哦，你也这样觉得？裁判跑到底线，继续挑战，冠军是油头油头嘞。我奶应该。结果的冠军就是油桐。这句话应该可以录个十遍还是？
之前，然后一直重复。各位看，是光光有没有？这家伙太夸张。啊，不能输常静和哥哥。给你看，你一定会赢我啦。是光光，给你看。是光光，给你看。是光光，我给你看。好啦，吃完了。吃光吗？你还 OK 吗？还 OK， 好啦。吃完才喝。你在参加那个日本辣椒大赛？还活着。你还 OK 吗？那我来吃。有点哦，要到点。油桐太强。油桐是神选之人啊。油桐是辣椒打的。啊！炸死。对不对？哎呀，哼哥，这叫我太夸张了，我想拿那瓶牛奶来灌。留点给我吃吧，这可以。我要买一个。哦，但是我受不了。我要放一下，暂时休息一下。牛奶不要喝完，我也要喝。流鼻涕，我拿一个卫生纸。我买了。神选之人，这个太强了！神选之人，赶快去漱口啊！要不要喝？我觉得喝水比较好吧。来，我把栏杆的也吃完了。你们看，我再吃一口，剩下的送你。还有啊？对，还有。刚好吃了。哇！现在呢，要把长颈人的也吃完。好吧，在今天我不得不承认，尤鸿是真正的吃辣大王。你的会辣吗？我的，其实你觉得不会辣，我就会辣。好，那我的等级是比你低两级。等我们下次再挑战咖，是咖喱吗？嗯，对。十八斤咖喱哦。咖喱有三种，一个是小级、中级和大级。但是直接玩大级啊。嗯。你 OK 吗？你连后面都不行了。不用找我了，不可能了。我连嘴唇都开始辣了。嘴唇辣干嘛？对啊。刚刚浓缩成这个红起来，金胸爆红。会不会快昏倒了？好热哦。说实在，这真的好好吃。好啦，那这部影片下面也可以抽奖。油桐吃辣，油桐桶一样。还有栏杆吃辣，栏杆油桶一起吃辣，但是油桐比较狂。栏杆不狂，油桐狂。好，那心得好了，心得。不要心得，嘴巴讲不出话了。那等下次我们再挑战吧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。对，然后点，如果喜欢我们在吃，然后想要看更多我们吃辣的影片，就让大大喜欢。然后要订阅我们两个，然后他就是常静仁哥哥没有频道。对，然后之后会有啊。那我们今天然后记得抽奖，来这个 for you， OK？ 那记得留下一个，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是这个哦，记得在下面留言，油桐吃辣，油桐狂，这样。然后栏杆的影片就是栏杆吃辣，栏杆不狂，不狂，栏杆没那么狂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就帮我们按个订阅，也帮油桐按个订阅。那大家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水快喝完了，耶，电风扇，啊，好热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觉得吗？我觉得很热，超热，我也要电风扇，借我电风扇。来吧，我来拍一个幕后特辑，心得感想。啊哈哈哈哈！来，栏杆，心得感想。能说什么呢？只能说这泡面，很辣，然后嘴唇整个红起来。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吃辣的时候不要喝水，吃辣的时候真的不要喝水，好不好？当做是我对你的谨记，越喝越吃越辣。OK， 对，真的真的。然后所以就是一次拼完再喝。
喝到爽。好，来苍井人心得感想。我变电风扇了。好辣哦！电风扇新的感想。我平常是不吃辣的，所以好辣哦。好哦，好哦，那我们幕后特辑就这样吧，下次等咖喱吧，爱你们，拜拜。